听说这个在外面要卖到80一份，今天在家用白凉粉复刻了一下，成本还不到5块，吃上一口就能感觉到吃下了整个春天。梦幻的樱花盛开在球中，更像极了浪漫的爱情。吃一口，甜味在口中瞬间融化掉了。快给心爱的他做吧。